那今天要去干嘛？去我常常去的那个菜市场，装潢最豪华的菜市场。为什么要带冰箱？放在这边才能。你会去那么久？对，因为现在天气太热，所以要等。那会放得进我吗？有点纤维吗？坐我车坐那么久，知道后车厢有什么吗？我每一次出门呢，后车厢一定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两样东西。第一个就是移动冰箱，看到没？这个冰箱，有没有看到白色的这个？上面写金星，保利龙和它保冷的功能呢是非常好，所以你去看它。好，谢谢。唐老鸭来一下。为什么要唐老鸭？我要去市场，我又没有唐老鸭。我是要去买鸡。跟鸭什么关系？因为鸡同鸭讲啊。这样可以掰？可以啊，我们的人生就是鸡同鸭讲。唐老鸭说 ，Google 是摩羯座。每次在开车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哇，很难搞。他每次都带我到处乱走，我都不知道去哪里。Google 是不是摩羯座不知道，但摩羯座是不是难搞，我知道。哎，我们要先去买中药材。对，先打电话去问一下。问他今天有没有开。喂，干爹。你好，今天有开不？有啊，刚在朋友过年啊。好，安尼到过，谢谢。建成中医哦。建德啊。啊，我想说建成，所以他有同十八同仁吗？所以你看，像摩羯座是不是很巨细靡遗？去之前就先打电话，很怕扑空白跑一趟。没有，怕等下白跑一趟会被骂。对，我就会生气。摩羯座其实还好，因为你知道世界上最难搞的是什么吗？是双鱼座又上升摩羯。他不是说自己吗？这是我本人。对啊，超难搞的哦，无敌。再说一次。我们就这样开来市中市场，然后就在市中市场的旁边立刻停到一个停车格，只要带着我一定都可以有停车格，请叫我命带停车格。你不是要叫我陪你来买菜？对啊，我们现在在这个门口。你要煮什么？传说中的菇菇补气养生鸡汤。这个会怎样？端端哦，端端吗？端端还是会病亮点？都有。真的吗？等一下我们进去菜市场，我会鸡一定要啊，还有香菇、巴西蘑菇，因为它都是多糖体嘛，它补气的，补气药膳的中药材，大概就是这些了。那走吧。Let's go。你看，吃好了。两只。但是我看一下，你送我一点。这个是放山土鸡。放山土鸡。我们接下来要去买香菇。买香菇跟那个。巴西蘑菇。哇，你好久没来了。对，好久没来了。真的，老板娘记得我。帅哥配美女啊。老板娘的记性非常好。哦，因为你太帅了。煮鸡汤我都固定来这边买香菇跟巴西蘑菇，因为老板娘很会做生意啊，而且她的品质非常好。哦，因为你太帅了。我觉得观众应该只想看你的胸部吧。胸部。还是想要看我的胸部。我们来乔妹买番茄，真的之前都跟她妈妈买。乔妈，那为什么是乔妹？因为她的名字有个乔字，就是她，所以她是板娘。我每次来的时候，老板娘都对我很好。我最喜欢 Kimiko 了。老板娘都对我很好，打折，马上吃，免费。对啊，老板娘送我们吃这个红玉甜桃。红玉甜桃，好可爱哦，小小的，它香味好香哦。好吃吗？对，这是红玉甜桃。老板娘说今天免费都试吃。真的吗？这个你敢试吃，我佩服你。三十米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胭脂梅。哦，这好酸哦。对啊，罗顿，你怎样？刚刚那很酸吗？他们说心酸就是这样吧。心酸。哎，赶快这边有，这边有人在耳朵骂了。耳朵哇，老板怎么不见了？老师漂亮，老师。老师喜欢喝什么样的感觉的？喜欢酸吗？不喜欢，不要太酸。哦，不行，我想推荐老师酸的。啊，刚刚那边已经心酸的耶。其实老师有给我一个感觉，这个感觉，这个很像老师的感觉。为什么？我是魔女。你不觉得你美的不像话吗？哇，老板太会说话了，全包了。好香哦。浅焙吗？还是浅焙？浅焙的。我喜欢浅焙的咖啡。哇，浅焙的那个绿原酸比较多。
多。哇，好香哦。哎，你知道运动前要先喝一杯黑咖啡耶？咖啡它过去有研究发现，它对于耐力性的运动是有帮助的。它有很棒的花香跟蜂蜜，还有一个葡萄的味道。可我没有觉得它是我自己害怕的那种酸味耶。赞，吃完午餐了，但我现在身边遇到一个小可爱 ，Hello， 他一直呈现不鸟我的状态。对，我们准备要起锅，对，起锅，然后准备要煮鸡汤了，然后先把锅子洗干净。好，有没有看到我们准备了要煮鸡汤的食材了？有鸡肉，有补气的药材，还有我们早上买的香菇跟巴西蘑菇。等一下我们会先让香菇跟巴西蘑菇先泡一下水，接下来我已经在煮水了，好，让它热一下。等一下呢，这边是鸡肉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让它过一下水，有一些血水啊。另外一个就是本身它有含皮，所以会比较油，让它过一下。等一下煮鸡汤的时候，它鸡汤最后煮起来就不会那么油。然后一般我买鸡肉啊，会挑选就是土鸡，那会比较没那么油。差不多了，我先把火关掉。会做菜的男人好性感哦。把这个水把它倒掉。现在就是要放那个药材，平均分配在锅底。好，把水呢加进去哦。好，因为我现在加大概1400cc 的水，因为我买两只土鸡腿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水量差不多了。因为香菇这里面刚才泡了这个水，所以加进去差不多100cc 左右。OK， 接下来准备啊，我就把我们的鸡肉。你知道你很大只啊？大只？你说鸡腿吗？不然还有哪里的鸡？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锅盖准备盖上了，准备搞上，把它搞上。好，接下来电锅呢，它盖上去之后，需要一点点时间。刚跳起来，准备开锅。哦，有没有？感觉很厉害呢，而且真的没有很油的感觉，很香。没有放那个盐啊，或者其他的香料。可是每次喝就很好喝啊。这就是很它原来的鲜味。你在干嘛？是不用工作。工作？喝了鸡汤不是病变狗吗？那是工作。所以我现在活力满满啊，而且你可以靠近一点，你可以靠近一点，你应该要骄傲。你有没有觉得我皮肤超好？我眼睛都看不到啊，这么近。你老花眼，怎么都看不到。最近皮肤真的超好，我觉得这鸡汤真的有效哎，可以。哎，这可以每天喝吗？不行吧，一个月喝一次两次了不起了吧？学生在干嘛？玉姐，别跟我讲话，玉姐啊！我靠，玉皮，玉啊，哇哈！你很夸张哎。我吃了，不要跟我讲话，最后要先跟大家说，这是我们的新系列，暂时呢就是这位他现在会担任隔壁老王的角色，我就是我们家的 K 哥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影片，也欢迎留言，然后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最重要的是要记得帮我们按赞哦。对，按赞，后面已经端端了。按赞会怎样？会怎样？好啦，跟大家讲拜拜。